爸，你对我比对哥跟安杰较好，啊，不过我唔敢去问背后的原因，所以我拜托你，我无讲你对我的疼惜跟照顾，我甚至无看到你为我所做一切牺牲跟忍耐，我甚至伤害到你的心，啊，不过你坚持唔放弃我。甚至用生命来表达你对我上无私、上伟大的爱。爸，爸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敢知影？五年前我失去你的时阵，那不是因为我对老家的亏欠，要使我老家弥补，我早就去民族地府，想要跟你爸仔囝团圆啊！就亲像信台所讲的，那不是因为你去海底。又差一点仔饮食的我，我哪有可能有这么幸福？爸，你为了我做牛做马，你无任何怨言，你是我见过上伟大、上值得我尊重的爸爸。爸。你有听到我的叫你不？你根本就跟我一直想嘛！妈，跟大家，那有话要跟福建讲，敢不是紧的啊？紧的呀！老爷子呀，你有听到我的叫你不啦？娘娘，娘娘，有你这，有大家，有大家拢接受你的。我是这个，你看雅姐阿姨今仔日穿婚纱，是不是足水的？是啊，真啊足水的呢。
紧献过来，天顶大发财，西金砸头前，子孙代代出人情。爸，你真是回来，真是回来。爸爸，我来参加结婚呢。我拎了，我你紧紧给我看啊！负责你砍头说的时阵来激动个呢，我稳了准讲你中风下嘞啊！我同你蛮欢喜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好消息，结婚的资金已经到位啊！真是嘞！当然嘛，真实的啊！啊，文金姐啊，爸，您看啦，阿姐打嫁早嫁尔，啊，资金哦，都随到位啊，哎，应该讲是相喜入门呢。妈，这个开发案对大家来讲拢真重要。今麦继续有好消息，您得先去保险公司。依林，你嘛对去啊，看后面要怎处理哦，你嘛了解一下。对啦，咱起来去啊！啊，即马黑旗集团、永兴企业、甲五山集团的勾魂，拢伫阮环宇家，我真正是做袂得过的。我会赶紧甲勾魂先予大家，予大家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弟妹，啊，超越就讲哦，你环宇集团当提出100亿，你是安怎坚持还有底下股份啊？亲像这款假人搞搞的代志，无亲像是你做出来的代志啊！因为会做出这款行为啊，并不是王文金，是江道成。江道成啊，不是头壳弄一个空气啊？你是讲啥？你是紧张啥话？我的意思是讲啊，你已经不是过去迄个王文金啊。因为为你包了水呐，去予江道成救起来了啊！你都拢学着伊的行事作风啊，甚至你秘书伊食着江道成的嘴软同款啊，变到甲伊同款啊，消贪去绝情啊！今嘛就请大家来看下咱户头共同的资金。一千亿够啊！等一下，我提出600亿，就应该1400亿加落来。我环宇集团愈来愈大，真紧就应变成世界上大的集团之一啦。即马1000亿的资金已到位啊，而且黑旗集团把资金加起。黑旗集团，50亿。环宇集团还是侯官来做代表，啊，这台摆的资金加起来。
咪大赚钱啊！哦，为咱的未来拍破！陈东俊啊，你这样真奇怪呢！啊，你身躯边就有一只花蝴蝶啊！讲硬走来，你情某的婚内乱，啊，这么闲哦？得袂到的，永远是上好的。我就是白爽，我家己囡仔叫别人爸爸啦。哼，到尾以后啊，亲像某某人啊，明明家己好死，就第一眼睛啊，却怕死都唔肯认家己老母。我不知啊你。我真正感觉甲你讲话哦，真忝呢。安那讲拢讲袂顺，且你是食老的翻灯去啦。阮爸恁怎样？有咧发热咧？我更加反顶啦，无你反顶啦！你家己想看卖，江道生即马是用金的名牌在遐作怪呢？跟恁讲是，哎呀，你这乌马上啊，真正是派心恶落多啦！你明明早就已经知影，王文金就是江道生啊！你竟然超过伊温某啊，甚至乌一个窟窿我跳啊！笑死人啊！啊，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也不是我的哈巴狗，阿妈不是我的小东子啊！你哦，是看到康康啊，就想要甲我打甲死的人呢？啊，我哪有需要提醒你？我靠，一声哦，我无让伊误事哦，我嘛让伊受你敢有八千人陪啊呢？我真有一罐哦，你妈妈专门制作来要对付江道生发出的符啊水。我妈做的瓦水，真的还是假的啊？你伫怀疑这罐瓦水真的还是假的哦？我跟你讲啦，只要我饭餐还想要摕到的物件，十项有八项我一定会摕到手。只要把这瓦水啊，在你的额头稍点一下，就会当避免受到瓦水的控制。啊，那要信不信，就由在你啊。我看看，那想要看啊，都要提钱出来呀、啊。唉，我是安怎要这样爱等风信，我饭菜下知影迄三十亿的代志啦。你放心啦，我这个人无遐尔贪心，想要提三十亿啦。只要分我一半，十五亿就行的。啥话啊？无啊，你是笑哭去的哦，一开嘴就要吃掉我一半的财产，搁讲你无贪心哦？嫌我太过贪心，不要紧啦，啊，你就等下哦，让阮客伯林抵到死为止啦。等下啦，我也无讲无要付你啊。哎呀，我遐钱我已经摕去买股票啊，即马干那剩500万啦。啊？好，500万就500万，即马先转我啊。叫回来。转过来了。回来。啊？啊，才出500万尔，就规个要提走啊？嗯。啊，无呢？十五亿敢若变500万，你讲嘞？你。做大钱的哦，就是大王；啊，若出小钱的哦，就是小王。还是讲哦，你嘛要结一个面章啦，哈、啊。至少你即马这条命暂时保掉的啊。哦，无伊下嘛好啦，至少即声我是妥当啊。